哦，这怎么台湾会有这么疯狂的人？是最疯狂的一集。为什么这样？这个事情，金龙山上走着去救钱，你还说我？钱就跑了又钱。欢迎收看《反骨接班人雷拉取代赛》，续续续。这个衣服有点既视感了。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？森森，蒂娜，安吉娜。那么马上来欢迎我们的第一位，叫做叔叔，他是全上孙女郎，今年18岁，平常上课罩杯是 G， 平常都在上课，那么罩杯呢是 G， 请出场。叔叔很疯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叔叔，是叔叔好看。才18岁啊？对啊，18岁。你有没有广告年龄？讲的是有点着急，跟我那时候一样，我那时候上的频道也是啊，大家都说很成熟。啊，我好好看你的影片吧，全部放桌上嘛。你是不是混血？混德国。恭喜，赞，完美。混什么这样？今天要带来的别人是八点档，给我看八点档长大的。请开始。姐姐，端午节就调来代志要甲你讲。我的包里底一个囡仔，你敢想要知这个囡仔是谁的？是谁的？对，就是恁翁的。查某人若是无本事，恁翁就会去外口娶别人，无人听的，这是第三者。抓马跟我一样。你这段练习多久？我昨天才想到脚本在写。快、哦欸！孙生是你喜欢的类型。是。你就跟喂香蕉一样突然。哦。可是你头脚要放后面，脚要放后面。专业的教你。对吗？谁抓在手上？这样 OK 吗？这样 OK 吗？我走。你们一直打靶子吗？那你可以转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！这跟睡睡睡到底差不多。睡睡睡，我从国中做到现在，还不错啊，至少放很开嘛。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对啊。我想问春生，你说他很疯是哪几个部分？你可以演一个疯狂的戏吗？比刚刚还疯狂。丧尸中邪吗？你们老师会疯狂？对啊。刚刚你不是说您常看那个八点档吗？都是看三立还是民视？哈哈哈哈哈！什么问卷调查哦？评审请给分。肯定是水的啊！哇，三票全过，他很好酷哎！经常可以上市吗？可以啊！让我们欢迎传说夸克。哇哇，大家好，好酷哦！我叫夸克波波，想问一下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最好是胸肌大一点，可以一头把我整撞死的那种。最近有在练胸肌的，对啊，我会被撞死啊！好了，其实我不喜欢酷炫的，毕竟昨天我们对，不要讲错，口味那么重。他昨天这边很厉害啊！先不要再讲了。这个楼楼绝对想不到，他会很放心你们出去，他不会担心。但其实你在做黑暗的事情，没错，漂亮。你要带来的表演是唱歌跟跳舞，这是地基文吗？那我们有请夸克波波带来的表演，来 ，music 大声一点。找不出真的自我，身边只有一匹骆驼陪我，那边风不吹过，那边云儿飘过，忽然之间出现爱的笑呵，白天黑夜交错，如此妖娆婀娜，蹉跎的岁月又蹉跎了自我，漫天黄沙掠过，走遍每个角落，行走在无苍茫星河。哦，厉害哦！你有自信。我怕他掉下去。Sorry。我想问，怎么会选这一首歌？这是很老的歌哎。对啊，就是你们都太。什么东西？没有。Nina， 这个他给过了吧？
声音。还有大。哎，好好好。哦，还有这样子。对。怎么会这样子？我发现练了一阵，你同我们教授课认真研究干细胞，我每天没穿内裤，我学都不跟我接触，这真是有够鲁山教你用光是油豆腐，对，这是女生的，怎么你也对？哈哈哈哈哈！这是金龙山教授，我这去求钱，你还笑我？又偷了又钱。以前上课有教地震要躲到桌子下面啊！我保护你，我保护你！我保护你！哇塞，好大力气！给我听话，本田啊！再到这种，好，那我们有请三位评审，请给分哦。三、二、一，请举牌。当当！哇，圈圈。哇，这怎么台湾会有这么疯狂的人？是最疯狂的一集。因为我本身很喜欢扣肉板，而且我很喜欢油的部分。刚刚很想提一件事，我想看你扣，因为看你好像屁股们。哎呀，扣一下，扣一下。对。有。等一下，是不是有点余震了？我想问，真的会因为个性变得相对活泼而更好找另一半？我算是比较主动的，所以我都看不上。哦，喜欢主动狩猎，自己摘下来的比较甜的。通常都是在上面还是下面？我个人是喜欢在下面的。你那天表现的真的很厉害。好，到底要聊房事？哈哈哈哈哈！我觉得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对不对？谢谢广告伯伯，谢谢广告伯伯。那么我们欢迎老娃出场。哎，睡睡睡啊，睡睡哦。什么时候变到你旗下了？一直都是啊，认识你。我叫娃娃，兴趣背书。所以你是爱读书的，对。但是我喜欢背东西。我问一下，你因为跟培根跟我们拍片，到底涨了多少粉丝啊？原本是345，现在是38。有没有造成困扰？有，之前有一个女生，她说，哎、欸，娃娃，你这样拍我屁股，然后屁股淤青好痛。有那样力道，是不是垮客拍的？真的不关你的事。他喜欢这种成名的滋味。我喜欢被拍屁股。那不拍你屁股的话可以吗？是有拍我肩膀的，我被吓到，很可怕。那你今天带来的表演是什么？圆周率50万。这是你什么时候背的？2天前。啊？2天前？你认真？那你应该小时候成绩其实是很好的、啊。3年前的时候很好，那时候跌倒摔了跤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背不了书了。那这是哪里爬起来？没有爬起来，我躺在那边哭。嗯。那你觉得你像怪咖吗？我怪咖，家里痛。各位看到没有？我不是脑袋最水，一水还有一水水，会很水。好，那我们有请我娃带来他的50位圆周率。现在评审手上都有一张。对，我们都有。背到这里啦，50位啦，第一排。百位。全部背完了，我给他10000。就1万我出，不用跳过窗口。好，你先表演50位，好来。3141592539938932238462023383====      你是记的时候有什么诀窍吗？分享一下。看一看，然后染头发，然后念，然后再看一下，然后就背起来了。哦，你做没打？可你这种谁会敢给你剪头发？怕耳朵被剪掉。逼他们过来，我给他们钱。你的朋友多吗？一根手指头数得清。他弄坏了以后，我再给你钱，然后再弄坏，我再给你多一点钱，然后又更坏。你有交过几个男朋友？12个。哇，你几岁？16。小朋友现在都很早熟。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是个人。培根呢？他不太像人。啊，他像什么？他带人加分提示剪头发，那我们有请我娃表演。剪过几个人？我都是剪的多，所以你没有实操过，没有啊。你看他拿剪刀，他真的是很像杀人魔。等一下，哇，你怎么剪的？娃娃是真的会剪的，我觉得他是会，他只是在装笨。但你爸妈不会生气，你这么年轻就吃那么多青？不会啊，因为没有花他们的钱。那也是自己赚钱。可以改造完成。那我们请三位评审，请举牌。好，那我们谢谢我了，谢谢他。